Hello，Hello，哎，子杰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啊，欢迎欢迎，恭喜两位都出新专辑了 ，Hello， 这是您的，这是有不一样的吗？这是月星的，哦，谢谢，然后这是假装给康永哥，假装给我一次，来，再来一次，这是你的新专辑吗？对对对，最新出炉的新专辑，宣传了一年的新专辑，宣传了一年，还是什么新专辑啊？然后也要恭喜月星今天也是出新专辑了哈，我的专辑还没有做好，实体专辑还没有做好。什么时候会出？ Okay. 大概12月份，到时候我会双手奉上。OK， 好，恭喜我们的两位来宾今天都推出了他们的新专辑，恭喜！虽然其中一段已经推出长达一年之久。我手上这个是何洁的，另外大家可以在画面上看到是王月星的专辑的封面，是真的拍得非常的有味道，就是把头发弄粘在脸上啊。啊不，那个是毛线。毛线啊，嗯，好像这个摄影师也拍过你。其实我的封面也蛮厉害的。什么封面？我上一张 Elephant D 的。上一张是新出的吗？没有，是。我会说上一张就是他上一张 ，OK， 我的新专辑大概也是差不多1月份会出。哦 ，OK。我相信我的封面会胜过你。Yeah, OK 啊 ，OK 啊，没问题的，一定的，一定的。我至少我是跟就是怎么可能跟来宾讲这种话，你有病啊！没有没有，我至少是跟国际巨星用过同一个摄影师的人了。他今天穿的是国际巨星耶，好感人。没有礼貌。花花万物常年陪伴。每周二在优酷不见不散。